器人呢，在釜山来说是我们福燕大酒楼第一个引进来的，在使用过程中呢，确实为员工减轻了很大的负担。比如说我们以前的员工有17、18个嘛哈，现在呢我们的员工相对的来减了最少都有8个员工，然后他这个使用过程中呢，特别是高峰期，确实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。起码我们的员工呢就不会说走来走去的那么辛苦，有机器人为我们代步，他在使用过程中呢也就非常好。别人那些老年人啊或者是小孩啊都有一定的担心，会不会撞到他们呢，在使用过程中怎么样的，但他都不会，他很好的会很巧妙的避开这些，前面如果有一点挡着他的东西的话，他都会避开或者是暂停，等那些客人走过之后，然后他才会走。然后上菜的话呢，他就比如说别人会担心那些菜呀什么的会不会倒下来呀，会不会洒呀这些的，那些菜根本放上去是根本没有问题的，都会很顺畅的走过去的。